又升级了。还记得智能手表热卖榜的一哥 HW22 吗？它又升级了，升级后的名字叫 HW22 Plus。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做了哪一些升级。内包装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打开包装后可以看到一个显眼的充电器，不再是和老款一样的卡扣充电器，这次换成了更高档的无线充电。当我们想要充电时，直接放在吸盘上就可以直接充电，充电状态下也会闪绿灯进行提示。手表自带的表盘壁纸也做了更新，还新增加了这款我很喜欢的艺术家表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手表还自带太空人表盘，不用另外下载就能拥有。手表侧边两个按键都可以使用，老款 HW22 则是虚拟按键，这个键是按不动的。双击屏幕则是进入分屏模式，下拉则是蓝牙电话，还有设置亮度调节以及新增加的功能，新增加了离线收款的功能，不带手机也能收款，还有社交好友名片。按压表关一次则是进入蜂窝界面，蜂窝界面的流畅度依旧很丝滑。双击表关则是切换主题，一共有三套主题可以任我们挑选。新框的主题也变得更加简洁。对于这款全新升级的 HW22 Plus， 你会喜欢吗？